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鹿晗2018个人单曲《时间停了》已发布超过12小时，相信循环了777次的你们已经把旋律和歌词熟记于心。鹿 boss 将在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二巡二 EX 北京站首次演唱。前几天鹿 boss 曾经布置下作业说要在演唱会大合唱，但目前状况来看，芦苇都被这首歌的难度困住了，说大巴巴可以只负责加油吗？找不到调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合唱实在是太难了，你的小芦连夏天都记不住，有人有信心和鹿 boss 一起大合唱吗？文 MASTO5BAD24DE17F2508B7B8B4D051。